兴建时的成功啊，是一次双重突围。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新语。今天啊，我们继续聊聊兴建时的成功。啊，我相信很多航天迷啊，或者科幻迷，也包括马斯克的这个粉迷啊，和我一样，对昨天发射成功啊，是越想越觉得后劲儿大。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通过直播呀，或者是各种视频集锦看到了。那些令人震撼的画面啊，巨大的火箭啊就拔地而起，是吧？助推器呢在墨西哥湾呢是精准降落，星舰本体啊环绕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在印度洋上空呢上演了一场这种科幻电影般的这种载入和降落啊，一切干起来都是非常完美。但是啊，在这所有的这种壮观的景象里边，有一个画面，有可能很多人一开始觉得没什么特别。但那它可以说是整个任务中的一个颠覆常识的一幕，就是星舰啊在穿越大气层，被上万度的等离子体包裹成一个大火球的时候，哎，我们居然能清晰的看到它传回来的这个高清实时视频。这个特殊啊，其实不光我注意了啊，我们网友里边有个叫刘飞的网友也在我的视频评论里边说，啊，他说这是我在想啊，这个摄像头真牛逼。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现在直播技术这么发达，那当时啊直播时候主持人点醒了所有人，航天器载入大气层啊，因为黑障现象通信是必然中断的，这是过去60多年来航天史的铁律。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条铁律在星舰这儿好像突然就失效了？为什么 SpaceX 就能这么从容的把所有航天大国都头疼了几十年的难题呢，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直播的这么一个啊，你说视觉盛宴也好啊，什么也好，是吧？这个背后啊，它到底有什么技术秘密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那要搞明白 SpaceX 它做了什么，我们都先花点时间啊，搞清楚两个基本概念啊，什么是天地通讯，什么是黑障。所以天地通讯啊，顾名思义，就是航天器在天上和地面的控制中心怎么打电话啊，传数据。在过去呢，这主要是靠地面上的一座一座的大型天线站啊，这个火箭飞到哪儿，地面站就跟到哪儿。后来呢，为了覆盖更广啊，美国搞了一个叫 TDRS 中继卫星啊，中国呢有天链，欧洲也有自己的中继系统。这些中继卫星啊，就像挂在天上的信号塔一样，让通信变得更连续。但即便这样呢，他们依然有一个几乎无解的死角，那就是黑障。当航天器啊以极高的速度啊，就超过20倍音速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啊，和空气的剧烈的摩擦和压缩，会在航天器的表面啊形成一个温度高达上万摄氏度的这么一个等离子的硝套啊剑鞘。那么这一层等离子体啊，充满了自由电子和离子，这个硝套啊，对于绝大多数无线电信号来说，它就像一面金属墙，会强烈的反射或者吸收信号，导致航天器和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这个通讯中断的阶段就是黑障，通常发生在呢80公里到35公里的高空，持续呢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在直播字幕里边啊，解说就提到这段时间呢是完全的数据和洞察力中断的时期。那对于地面人、控制中心和宇航员来说呀，这是最煎熬、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啊，地面的人是一无所知。所以黑障啊，可以说是所有返回式航天器回家路上最惊险、最孤独的一段旅程。当飞船以超过20倍的音速冲向大气层，空气呢被剧烈的压缩和摩擦，哎，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金属罩的形成之后啊，就中断十几分钟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地面不知道发生什么，只能默默的祈祷。啊，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航天事故啊，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能全程看到星舰被火焰包裹的这个画面啊，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 SpaceX 攻克了世界上一个世界级的航天难题。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啊，其实马斯克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给我们了，那就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那个系统 Starlink 星链啊。 SpaceX 解决方案啊，核心就两点，就是更高的频率和更牛的这个网络架构。首先咱们说频率啊，等离子体那个罩子是吧，它虽然厉害，但它主要屏蔽的是中低频的无线电波。理论上啊，只要你的信号的频率足够高，高到能超过等离子体的这个截止频率，那信号就能硬传过去。
传统的天地通讯啊，包括 NASA 用的那些波呀，都会被挡住。而星链用的频率呢，本身就比传统通信高得多啊。当时在直播里面呢，解说员就非常自豪的大胡子强调了一句啊，说我们能穿透黑障啊，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星链，工作频率要高得多。哎，那么就好比别人用的是普通子弹，打不穿墙 ，SpaceX 呢直接换上了一部穿甲的枪啊。但光有这个穿甲枪还不够啊，你还得打得准。而且还得有人接应，这就说到了第二点什么呢？就是网络架构。那么美国、中国、欧洲啊，这个中继卫星系统啊，虽然也很先进，但数量还是少，而且都在36000公里高的这个地球同步轨道上。那飞船载入的时候呢，浑身被火焰包裹着，可能啊，只有尾部啊，就尾巴啊，某个小小的角度能把信号漏出去。这就需要它极其艰难的去瞄准遥远天空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卫星。这个难度啊，就跟你在龙卷风里边想用一个激光笔是吧？你照几十公里外的一个蚊子啊，就算你偶尔能够连上，那个带宽也极其有限啊。你传个遥测数据，可能就断断续续的，更不要提这个高清视频1080K 了是吧？啊，要所以呢，星链啊，完全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玩法，它不是几个卫星啊，而是几千颗卫星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几百公里高的这个近地轨道上。这对星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它是永远有信号，它根本不需要费劲去瞄准，因为无论它是什么姿态，头顶上总有几十颗、上百颗的卫星在等着它，就四面八方都是信号的。第二个呢是带宽高，延迟低，因为它距离近嘛，近地轨道，网络节点多，所以星链呢能够提供高达上百兆的实时带宽，这才能支撑起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多角度的啊这个直播画面。所以你看。SpaceX 它的解决方案、听起来还很简单、就是用自家的星链嘛。但背后啊，体现的是一种系统工程和这种垂直整合能力的降维打击。他们不光是想办法绕过这黑障，而是呢用一个技术更先进啊、架构更奢侈的系统，从物理上就打穿了黑障。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既然原理就这么简单嘛，那为什么其他航天大国，什么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盟是吧，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哎，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背后啊，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对不起啊，它牵扯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就是一个公司的行为逻辑和一个国家的行为逻辑它有什么不同？那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除了 SpaceX 啊，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机构拥有并运营着一个如此庞大的低轨的通信的星座，建造和这维护这么一个系统啊，成本是天文数字。所以对国家航天来说，为了解决如果说载入几分钟的通信问题，去投入巨资再建一个星链，那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划算。那么传统的模式呢，虽然有中断对吧，但是呢这几十年来也证明了是够用还是可靠的啊。而对于 SpaceX 来说，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它的终极目标呢是登陆火星，建立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天地运输系统。在这个宏大的目标下呀，数据就是宝贵的资产，每一次飞行啊，哪怕是失败的，只要能获取到完整的数据，那就是成功的。载入阶段呢，是飞行过程中环境最恶劣、最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能拿到这个时候的实时高清数据啊，对于改善这个什么隔热网啊、优化气体啊、气动设计啊，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他们愿意不计成本的用星链来保证这条数据生命线。那但是星链现在已经建成了，不存在不计成本了，是不用白不用。所以这就引出来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今天我们讨论 SpaceX 啊，我们下意识的就把它和什么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这些国家相提并论了。咱们河北老乡都知道，河北有个梗特别牛的说法，叫什么呢？不是那么美来河北啊，还是什么呢？是河北钢铁啊，宇宙第一，中国第二，世界第三。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在这儿也是说得通的。一家私营公司啊，在某些航天技术领域已经强大到必须放到国家的尺度上来衡量它了，而且呢，它还是稳居2年的发射次数，2年第一了，差不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回顾这个星舰发射历史啊，你更能体会到这种模式的这个惊人之处啊。那么2023年4月啊，第一次飞行啊，那一场壮观的这个空中解体开始，一直到2025年8月、这次圆满成功，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呢？是2年0.4个月。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啊，大家发现了吗？最近10年过得尤其的快，
感觉2015年还在昨天呢，现在说起来都快10年前了啊。那2年多的时间完成这个星舰里程碑的这么一个飞跃是太不容易了。大家想想2年能干个啥，大家想想啊，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军事大国入侵邻国快3年了，这个怂货还在泥潭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大国花了2年的时间捅嗓子眼，最后留了一地鸡毛。但是这同样的2年多时间里边， SpaceX 用10次高强度的这个飞行测试啊，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爆炸失败和失控，硬是把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火箭从一堆不锈钢铁皮不锈钢火啊，变成了一个能够完成天地往返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所以这种高度关注的执行力，这种快速迭代敢于失败的文化，才是啊 SpaceX 最可怕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我们聊到 SpaceX 就绕不开马斯克啊，以及他和媒体之间这种奇特的紧张关系。那这次发射成功之后啊，我留意到啊，网上有一个支持者的账号就发了个截图，他说什么呢？他说主流媒体啊会把这次发射说成失败，但实际上呢，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就很有代表性，说明什么呢？说马斯克和主流媒体的关系确实是非常糟糕。原因就很复杂，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知道的，他飘忽不定的政治立场，从最初呢被左派媒体追捧为这个环保先锋，到后来批评的这个觉醒文化，再到自称中间派啊，他从建党伟业到建球伟业，让他把两边人都得罪了。左派觉得他背叛了，右派也不全信任他。那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马斯克从骨子里边他不再需要这个传统媒体了。他为什么可以不在乎这个媒体怎么写他呢？因为他自己啊就掌控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媒体武器之一。Twitter 啊 ，X 平台，在过去啊，我们知道任何名人或者公司都需要通过媒体这个守门人来发声，但现在呢，马斯克自己就是新闻员，他可以直接向全球数亿粉丝广播他的想法，发布他的最新进展，他不需要记者来转述，也不怕被断章取义，就他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报道者呢，就变成了一个媒体本身。所以我们看看啊，我们回过头来啊，再看看星舰十的这个发射成功啊，它就不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火箭发射了。在技术层面我们讲了，它用打穿黑障的这个壮举啊，宣告了一个有私营企业引领的这么一个航天新时代的到来。那在更广的层面上啊，它给我们展示了它背后的领导者，也向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技术、资本、媒体和个人的影响力如果结合到一块儿，能够爆发出多么颠覆性的力量。想到啥了？是不是想到老拜登的那个可怕预言了？没事啊，我觉得马斯克的回归啊是成熟的标志啊。星舰的征途呢才刚刚开始，而它带给我们的这个思考可能比它飞向宇宙本身还要深远。好吧，这是关于星舰十发射成功以后又一期的一个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